看这么多人排队吧，还好我来得早，我已经吃完了。辣子鸡拌面啊，扑面而来的香味。哇，这两大口下去，哇，我感觉全身热了，辣真的是辣，就欲罢不能，就还是想一口接一口。虽然我知道它辣，但真的是会有一些丝丝的甜，还有麻。面条是那种细面，每一根啊都是裹满了油啊，它就不像那种干挑面，面上来有时候会很坨，它这个面呢就每条都比较分明。辣子鸡外边炸的是非常的焦啊，焦香焦香的。22块钱一碗啊，它的口味口感真的还是不错的。我这么不能吃辣的人，我还是一口一口一口还是把它吃完了。喜欢吃辣喜欢吃麻的人，真的你们来这边尝一下这个辣子鸡拌面有福了，真的很好吃。蹄花汤豆花饭啊，这个蹄花我想说滑嫩爽口，有点像果冻啊，就是一咻，里面有芝麻花生碎，太吉香了。豆花又嫩，你们一定要尝试一下，真的是家宝藏小店，论口味口感我打4星半。以上观点代表4个本人。